接下来关心天气了，我们要提醒大家，今天真的很热，气象局特别针对了云林、台南、高雄跟屏东发布了橙色灯号，有可能会有连续36度的高温，或是来到38度。另外，在这个花莲县也有黄色灯号，提醒大家外出要做好防晒。正月5号呢，在部分地区还是会有降雨，我们赶快来看到下一张图。好，在这个山区的部分，还有接近山区的地方呢，依旧会有降雨哦，外出的时候要记得携带雨具了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